哇，一个冰块了，紧张。啊，好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稀奇古怪》，我是西西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是第一集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的正妹来宾朱比珠。大家好，我是朱比珠，然后也是西西的啊。我什么时候养了这么可爱的宠物？在开箱之前呢，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大家是不是都有上班还有上学因为赖床迟到的经验呢？你有吗？有，每天都像战场一样。今天运气不好的话就会迟到，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准时起床。哦，所以能不能起床看运气？对，看运气，完全没有意志力的人。那你最高纪录设了多少个闹钟啊？三个吧。三个，那还好啊。对啊，所以才一直起不来，一直迟到。你知道我最高纪录设几个吗？我设10个。10个，那你都没有迟到咯？还是照样迟到。10个闹钟关闭完了继续睡。完全，可是因为我真的是赖床高手，我就想说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发现有人推荐一个 APP 叫怪物闹钟。怪物闹钟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是那种就是8年级生的记忆的。我们都知道。它这个闹钟可以设定你每天起床的时候，你那个哪个时间你要什么游戏，它是玩游戏的方式。对，它可能是有节奏游戏啊，配对游戏啊，或是拼图游戏。闹钟铃声超级吵，然后不能弄小声，也不能关掉，就是一定要玩游戏破关完才能关掉。对，然后前几天我用的时候都觉得超有效，结果后来我玩到后面我已经练就，就是半梦半醒之间已经可以把它玩完，然后过关完之后就睡。玩完游戏的目的不是起床，是睡觉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我就在那个网络上找到一个叫做闹钟夹娃娃机，因为我夹娃娃机很烂，所以我想说，这个搞不好很有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主角出场。哇，好漂亮，好可爱哦，太梦幻了吧！哇，不知道我们是哪个颜色，它有粉红色跟绿色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噔噔，还有它里面有这些东西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豆子。哎呦，上面有很像皮卡丘的表情。对啊，这个不就皮卡丘吧？你看，超级皮卡丘。再来是我们的娃娃机主体，还有这个游戏代币耶，好酷哦！它居然有个代币，这让我回想起了汤姆熊的回忆。还有一张说明书，然后还有一个没用的盒子。那我们来研究一下怎么装好了。它应该要装电池吧？电池在这边。对，应该要有螺丝起子，十字的，要十字的。哎，你常常做这种东西吗？说做这种小劳作吗？对啊，就是可爱的小游戏之类的。可爱的小游戏。它要3颗电池，就是4号电池，比较瘦小的。就好像开始了，它会闪，闪灯了。真的哎，我超级不会玩家娃娃机。好期待哦！又期待，超级爱玩夹娃娃。我们家都是我夹的娃娃，然后都不能卖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我夹太贵了，我都夹到保夹。人家说那个什么夹娃娃机亏钱，不会，有我在就不会亏钱。我都被当盘子了。哇，他们一定很爱你。对，希望你每天都去夹。不会夹又很爱夹。那不然我们先装豆豆进去好了。好啊。好多豆豆，看起来很好吃的，都黄黄的。那你就是在夹娃娃这一块，你知道你花了多少钱吗？至少万以上吧，很夸张的。这对一般夹娃娃机的人来说，算是小儿科。那你都去同一家吗？没有，就是看到有喜欢的娃娃就会想要夹，然后都夹不到。那我们来试玩一下好了，它有这个代币，直接投进去就可以玩。好，小姐，它没有亮耶，是不是闹钟也在睡觉？
是我的钱。再投一个。哦，有了有了，你先玩，你先玩。先玩，下去。对对对，你夹到嘞！哇，这感觉很简单哎。哎，它卡住了。为什么要这样战斗？耶！哇，超有成就感的。真的吗？我试一次，我试一次。太可爱了吧！好，试看看。没用。要再按一次吗？要重新玩吗？要按下档，是吗？好，要吃我钱。钱呢？我钱被吃光了，付钱出来。他有配音哎、欸，后置不用帮我配啊，帮我配好了。就这样，不行，我要再挑战一次，再血池一次。没错，要先按一下档，他这个闹钟亮了才可以投。好，来。想要挑战那个，然后那个在上面，好，哎、欸、没有哎、欸，还是没有，他有多年缴的学费，好像是有一点成绩的，多年缴的夹娃娃机学费蛮。完了完了，这个它这个是一般模式，它有分困难模式，我们来试试看困难模式。哦，所以这是一般模式哦。对，我们看一下困难模式。哦，直接按就可以了。这边会出现一个 hard。hard 的，对啊，好。有 normal 跟 hard 是不是？对，好，那你试看看。好，所以我按 down。没有啦，你要先投钱。太想加。不要忘记，不要投钱。哎，它这边有设描述哦，会设。哎，那有吗？他这边有那个在跑那个，你花了多久时间？哦，他可以比赛，他过不来，他过不去啊！哦，一个冰块了，紧张。啊，好难！超过20秒，好像就会直接自动帮你加，真的吗？是这样吗？是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有按，刚有按。哦，可是不简单哎。看来为什么跟刚刚的感觉不一样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换我，换我，我来挑战一次。像我刚刚就夹不起来，说不定这个模式比较适合。嗯、啊。对啊，没办法夹边边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这样。夹娃娃机是不对的，小朋友不要学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很像那种恶劣的顾客，就是会去摇夹娃娃机。那在什么时候会加快音乐速度？16秒的时候就开始了，就停止了。哦，所以还是有啦，要对，要20秒，19.99的时候，你20秒没有就 loser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测试的过程。那我想要看一下，就是它如果是闹钟的话，要怎么玩？闹钟的话是不是永远不会停啊？闹钟是夹到之后再停吗？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好，我来看一下怎么设定。它上面有那个 AM PM 时间，这个，在时间模式下按下down按键3秒钟。我们先一般模式哈，好，我们现在14分，我们闹钟15分开始响，假装睡觉，假装睡觉，假装睡觉，然后被他吵醒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哎、欸，就这样吗？好，那、啊、我们钱呢？要投钱吗？对啊，不然怎么夹？我们钱在里面哦，我以为他是刚刚那个音乐的声音，我也以为，感觉啊，分出来了。可是这样不算，好好，来来来，好看一下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，然后
他现在上面还在帮我们计时。它就已经定下来了。嗯，耶！哇，刘欢呼声，可以点水了。所以，那那个困难模式呢？我看一下，困难模式一般不会差在哪里？一般模式好像是。哦，不管有没有夹到，闹钟都会停止，只要有按下大。Oh.那这样我一起床我就按这个就好了，我就投币按这个按键就好了。结果起床找不到钱，不行，一定要困难，一定要困难，困难模式就是一定要抓到。好像太简单了哦。不是，你不是？哎，没有哎，好像太简单了哦。你确定？对啊，对。可以试试看。我原本还想说要试一个那个完全就一直抓不到，看会怎么样。超过20秒，它会怎样？好，我们再试一个，我们来试一个闹钟。噔噔，设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，如果都不理它的话，它会怎么样？它是不是完全不会停呢？还是就是一定要夹到为止？我们来静待1分钟。哎，等一下，它的音乐会到什么时候呢？不知道它会不会 loop。如果会的话，比较有效。哦，对啊，就一直吵你吵。对对对。还有在计时吗？哎，有了，也是到20秒。然后呢？哦，又有闹钟了，就又回来，所以又要再投一次钱。如果投10块可以吗？我们来投10块看看。哎，可以耶！所以代币如果不见的话，可以投10块。我觉得如果改用投真的钱的话。你每天夹到，然后里面就会有很多钱，就有点存钱的概念。玩娃娃机可以存钱呢，那你加油！啾啾啾啾啾！啊，好难哦！刚才说太简单，打理打理，它必须要晃一晃，你知道吗？要把那个豆豆有一个间隔。哦、对对对对对。需要兴奋成这样吗？每次都人家中，太可爱了这个。可是我真的觉得有用吗？对于爱平常爱赖床的人，如果我就是预想这种状况，我可能醒来然后发现就是要玩假娃娃机，然后出现那个很烦躁的那个声音，我会觉得很生气。噔噔，啊，那我们今天呢测试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呢？觉得这个还蛮可爱的、嗯、但是就是有时候可能闹钟醒来就要夹娃娃会变得很厌世。那你自己会想买吗？我自己吗？我可能会看它是夹娃娃机的份上然后买一台来当房间的摆设。摆设，对对对。但千万不要当闹钟。你会推荐给其他朋友吗？我觉得如果说很喜欢夹娃娃机的人可以试试看，但是如果真的要当闹钟的话可能可以再考虑看看。是哦，对，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就是它的音乐蛮可爱的，哦，蛮可爱，但是还不会到那种很恼人的那种声音，哦，然后操作起来也还蛮趣味性的，趣味性蛮高的。对对对，尤其像我这种就是夹娃娃机百夹都不中的，就会觉得很想要买一台来再练习看看。那如果1到10分的话，你会给他几分呢？我应该会给他5分。没有这么低哦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拯救我的，你知道赖床习性。哦。对，但是5分的原因是因为他蛮可爱的，这样子可以当摆饰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可能朋友过来就是家里的话，还可以大家就是当娱乐玩一下。可以玩一下。对对对对。对。好，我的话我会给他6分，比你多一点点。嗯，因为我觉得看大家使用的方式不同，还可以增加它的困难度这样。反正里面东西应该是可以替换的，大家就自己各自发挥自己创意，或者是夹什么可能钥匙之类，夹不到不能出门。夹钥匙好，
宙来试试看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猪皮猪的朋友，欢迎去订阅它。订阅。好，那你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有任何的想法或建议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西西都会亲自回复哦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再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最新影片才不会遗漏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